有了有了，感谢感谢，我看看有没有机会搞，我看看有没有机会搞，还不错，有没有机会把 G 吞噬给搞掉？有可能吗？早安一林，早安早安，月亮，哎，很好，早安早安。是我太久没 PVP， 主狙不是那样来的吗？主狙后面变逆连逆炮了，对吧、啊？你也可以配狙啦，也可以配狙啦，对啊对啊对啊，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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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就只是可能 combo 数会少一些，因为你这样就要把适应拿掉。那到底哪一个香呢？就是那时候可能流动还没流动，有一阵子就没人在玩了嘛，对吧、啊？突然有一阵子没有流动了，哇哇，有点惨。我玩这队很不顺，很卡、欸，用了旋律很难抓丢的时机。你说往下丢嘛，你就丢啊。我也没有想太多欸，我的玩法就是先弄出一颗七星日月，然后就慢慢搞对方。他的成型很慢啊，为什么直播都没有通知？没关系 ，YT 日常。YT 日常 ，YT 日常。反正前几回合，只要对面不是搞事的都没事。我们召唤一颗。莫名其妙的七个月了，嗨，白哥，早安，白哥，谢白哥。好，我现在刚才测秒伤有放混沌加吟唱，秒伤170、710，拿730万，再考虑要不要重点技能，混沌加哼唱，拿掉哼唱之后秒伤来到，哦，这样才是正常的啊，这样才是正常的、啊。活动已经花了1600钻了，每一局顺利，对，不要上头，不要上头，因为我也玩了一下，我发现我也有一点上头，哎、欸，会上头，会上头。真的会上头，真的会上头，因为你一分钟结束就直接刷掉了嘛，就刷掉，就刷掉，就刷掉了。我决定了头，我要刷下去，刷什么东西？伊利亚啊，买翅膀是不是？不知道哪天会不会看到百大的大头，很难吧？我目前最靠近打百大的，应该就是忘记什么时候，反正有一阵子，我有点想百大，然后认真打到1800之后就不打了，1600吧，啊，还是不想打，还是不想打，还是不想打。想想还是算了，对，还是算了，还是算了。我明明 Google 叫鸽子，但 YT 还是叫白鸽，哈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就是打白鸽吗？那你打鸽子就好了。谢白鸽，谢白鸽的晚餐，对吧、啊？为什么？你就打鸽子就好了，你就打鸽子就好了。Why？ 还是你是它会自动翻译，所以横场比百叶伤害就会提高吗？一定的、啊，一定的、啊，一定的，八成都这样子。到底怎么那么快？什么东西那么快？哪里快？怎么了？什么快？什么快？什么快？嗯，有办法吗？谢白哥 ，YT 要在设定改，嗯，还是你叫哥白，是吧？我现在这个魔法图好爽，真的是超爽。那个十年的玩活动，时间搞得到吞噬，不知道啊，就测试看看、啊。就是打一局，爽一下。隔壁快过100000人了，哎、欸，对我也在挂台，我也在挂台，我也在挂台。我也在，我也在，算我一份，算我一份。
隔壁是哪 ？TOYZ 还在。我要搞到高星才可以，星数不够高还不行。六星 ，OK。还好，如果这个扣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哭烂。完了，完了，换我没了。我以为 Google 改 YT 也会跟着改，刚刚去改了一下。Google 改 YT 也会跟着改，刚刚去改了一下。这位使用者在第五次，第五次在直播中送出了超级留言。现在连第五次都会有，是不是？谢谢我们的鸽子 YT 认证第五次，有没有那么可爱？所以白哥跟鸽子是不同人，不同的账号吗？我白哥。所以你 Google 改 YT 会跟着改，但是好像没那么快，还要等他一下。PVE 用冲月剑教学吗？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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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。很多一些小变体啊，就看你要怎么变而已，对吧？看你怎么变，看你怎么变，对吧？哇，第五次YT 这什么意思？那我们等一下，不要做任何动作。好，1300多，这边我有点危险。反正不是高星没用嘛，二星、一星、五星、六星。先丢，七星了，有了，还有没有觉得在搞？今天有很多大麻烦，对，二星、四星，这个没有，五星，十五件冲完要来冲十四月吗？看你个人你都这个，你都这个月，你都这个月份了，十五件都冲完了，游戏随便的了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新活动很吃运气啊，每一次专家活动都很吃运气啊，那个前百大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真的，前百大的人都是用阳寿在玩的，都是用阳寿在跟你拼命的。两颗七星有没有办法搞掉你？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办法？现在是比对手合成更少 ，OK。四星，六星，等一下再说。要怎么达成？你就随便用个旋律就达成了。你随便用个旋律慢慢玩就达成了，对吧？不用急，不用急，不用急。对，那个。有了有了，可是我觉得怎么还是没有用，怎么办？很像还是搞不掉人家完全没有差别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太阳特效，太阳就自带狙击。好，三颗七星，我是北七哦，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请问这是 ASMR 吗？我刚刚是倒水了吗？那竟然都这样子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刚刚没注意到，对啊，我记错了，我跟这队火高打吗？你说哪一队？火刀，这队哦，不是很好用哦，这队没有很香哦，
好玩而已哦。独特水明天怪中挂着听播，好，加油加油，自己上心，自己加油，考试加油。我刚刚忘记拿我的五星过去了。比对手召唤更少的骰子啊，这个赢定了，欸，不一定了，但是看对方怎么搞。那我们这里，就给你，怎么办呢？我很像搞不死他，欸，完全没有用，欸，完全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我已经一二三四四颗了，硬要讲的话五颗了。三万，对啊，我想说三万以上，欸，结果十万，欸，太可怕了，十万，欸，让对面克生不出来。可是对面这样卡住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看看，先借我一下。有了，对面出了，比对手召唤更少，所以我这样子。有没有机会摘一颗啊？把它拿掉，然后再一个，有了。一二三四五，好，还可以。怪物速度加30%，不要狂暴，拜托！不要狂暴，不要狂暴，不要狂暴！哇！没了 ，GG！ 可是我觉得对手的速度也确实慢了很多。有没有那只啊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有在狙击位而已。哎，啊！你没有狙击位，狙击位这么恶心，没有。感谢，谢谢大大，谢谢大大，让我这一支片。